各位观众，今天呢，我要来参加一场叫做死亡轮盘的死亡游戏。那现在游戏准备要开始咯，三、二、一，哇吼，直接被拉过去。哦，转起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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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了。这回合会选到谁呢？哦，要停下咯。哎，该不会选到我吧？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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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紧张了，不要啊！呀！竟然是我！那大家可以选择投钱到红色或者是绿色。那如果是绿色这边的钱比较多的话，我就可以获得这回合所有的钱；红色这边的话，我就会被杀掉。那我当然要选绿色这边，投100块。哦，有了，活下来喽，而且还获得了100多块钱。我现在钱有250块啦。哎，等一下，不太对哦，大家投的钱应该没那么少吧？是不是有少给我钱啊？好，再下一回合吧。哎。起来，转起来！这一次会选到谁呢？对，再转，还在转，还在转，还在转！哎，该不会又是我吧？停停停停停！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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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停下来啊！咦，不要啊！哦，不是我！呵呵，是这个培根头啊，然后这次绿色这边呢是可以让培根头活下来，但是会随机杀掉一名其他的玩家。那我们先看绿色这边吧，我很好奇选绿色这边会怎样。来，培根头活下来啦，然后哇吼，有一把枪升起来了，他会随机射杀一名玩家，对不对？哦，跳过我嘞，然后停在空的。空包弹有停下来了，会是他吗？又是空包弹，又是空包弹，再来再来，会选到谁呢？哦，这些都被跳过了，然后停在空的。咦，怎么是射空的啊？好了，再来下一回合吧。哎呦，转起来，转起来，转起来，可以不要每次都让我那么紧张吗？每次都感觉要选到我啊！哎，该不会这次也是我吧？哦，没有没有没有，过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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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次不是我，会是谁呢？会是那个Noob吗？哦，果然是他，恭喜中奖！那这边这次的话，杀了他好了，我投100块啊！投100块杀了他，哈哈，超多人想杀那个 Noob 的，400多、500多、600多块，大家有这么恨这个 Noob 吗？还是因为他的名字的关系啊？啊，他被处死了，锯子转起来，来咯，哇，好，再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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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转起来吧，哈哈。不知道这次又会有什么样的选择？哎，再转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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要停下来喽！哎，哎，这个停下来的速度不太妙哎！不会吧？不要啊！哦，没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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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哈哈。这个人死定啦，因为他旁边都没人，一定会轮到他的，对吧？喂，竟然不是，这个又是什么啊？是出价获得这个东西吗？哇，已经出到100多块了。咦，105，150，我钱不够啊。好，这个人获得了这个箱子，这到底是什么啊？他把它打开了。然后呢？打开之后会有奖励之类的吗？哎，没有哎，他死掉了哎。
啊，我知道了，这个箱子是可以随机获得奖励，或者是死掉，对不对？好危险的箱子啊！再来一回合，钻起来，钻起来，钻起来！这一次会选到谁呢？会是我吗？不会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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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回合绝对不会是我啦！依照这个停下来的速度，我停下来喽，会是谁？哦，看起来是这个培根头，有喽，就是你！要让他死亡，或者让他活着？哇，怎么那么多人让他活着啊？不要啊，让他死啊！我付100块让他死、欸，大家都想让他活着，为什么？不要不要，我要让他死，我要让他死，我花掉我所有钱让他死。啊，没有。最后他还是活着啦，太可恶啦，好想把你锯死啊！好了，再来一回合吧，来吧来吧，转起来转起来转起来，这次会选到谁呢？好，这一次，我不会选到我感觉这次不太妙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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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依照这个速度。这一只很有可能是我啊！哦，这三个人会是谁呢？还在转，还在转，是我旁边这位吗？又停下来，又停下来，又停下来了！有了，不是我，恭喜你！啊，这次的话要杀死他，或者让他掉下去。哇，超多人想让他掉下去的，不知道掉下去会怎样那我也让他掉下去好了，10块钱，10块钱啊，钱全付啦，35块钱缴下去。完了！哇，竟然不是掉下去，竟然是杀死他！啊，锯子转起来喽！嘟！哇哦！不知道还有没有其他更有趣的处决方式来，转起来，转起来！这次会是谁呢？哦，这个速度！不会是我，不会是我，看看会是谁呢？哦，培根头他们，培根女过了，戴帽子的培根头还在这边动来动去。OK， 下一个培根头，恭喜你中奖喽！好，这一次的话，红色这边是用锯子杀掉他，绿色这边是可以让他掉下去的。啊，我想选掉下去这边看看啊！来，10块，我给他50块啊，让他掉下去，我想看看他掉下去会怎样。哈哈，超多人想让他掉下去的。好，我们来看他会怎样掉下去呢？是要不要让他掉下去啦？啊，停下来了，为什么没有处决他？把我的钱还来啊！